就不管是对男的或女的，女的因为她有一个停经哈，所以她会比较早，比男的早10年。可是男的在65岁以后，也是很多都是骨疏松。那骨疏松症产生的一些骨折，事实上在女性病人跟男性病人都有，现在都有很好的药物哈。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骨松它其实牵涉非常广。那以前大家不太认为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现在它关系到行动，还有很多疾病事实上都会伴着骨痛，比方说像糖尿病啊、帕金森病啊，或者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或者是类风湿关节，都会跟骨松有关。所以这骨松看起来是一个广泛的问题，但是它假设管理的好的话，事实上它可以延伸到很多地方哈，包括这个骨头的健康啊，以及这个活动的一个灵活性，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会获得这样的一个认证啊，这是我们早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这个骨疏松的中心。那这我们成员有骨科医师，有神经外科医师，也有这个内科医师。复健科医师这样主持，然后就把这一套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顺序哈，还有一些 SOP， 我们都把它流程哈，流程都把它做得非常好。那在这边我必须要提到两个人啊，一个是我本身哈，一个就是那个成大医院的这个吴志勤医师，加医科吴志勤医师。那我是第10届的骨松协会的理事长。我第四届，对，我想到那个脊椎的去了。然后吴志勤医师啊，他也是第10届的一个骨松理事长啊。那我们以前都在成大的时候就有一个传承啊。那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成大的吴志勤医师？因为他几乎是一生当中都在做骨松的。那所以我们把棒子交给他，我是比较资深嘛，把棒子交给他以后，他就是帮我们就是到世界上有这个骨松的一个协会，他就争取来演讲，那争取一些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化的认证啊，他就是努力非常多哈。那经过这样的努力，其实在大台南地区，我们也是做这个骨松做得非常好。那由于我们医院会这么特别，是因为我们从头开始的所有的一些数据嘛都非常完整，那同时很多病人来往症状都会拿到一个卡片嘛，然后就知道说他哪时候要打这个骨松的药，哪时候要治疗。那这个其实也帮忙这个健保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就不会重复去用药，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话，那所有的适应症就会符合台湾甚至是世界上的规范，所以不仅是照顾上，同时在这个治疗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很严谨的这个流程啊。那这个是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想我就把这个细节的说明呢，我们就留给这个张医师来报告哈。好，谢谢院长的一个简介啦。那我是骨科张伯群医师，然后我也是之前骨质疏松协会的第10届的副秘书长，然后刚好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们医院会来做这个骨质疏松的防治中心呢？就从3年前开始讲，就是一个病，我们一个病很多病人哈，就我们帮他处理好骨折之后，过了1年之后，他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好了之后就开始去做他喜欢做的事啊，去种田，又有一次就在家里又不小心又跌倒了，然后又跑来急诊说脚不能动太痛，就另外一边又骨折，就是我们常常遇到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他那个老嘛那个脊椎或者是脚断掉，不是只有那个地方骨头的问题，是全身的问题。那所以说我们不只是治疗他的骨折，我们要看他全身骨头是不是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骨质疏松防治中心。那基本上我们医院就是在我们林院长的一个，因为他有就是有一个远见，就是他知道这种情形要提早处理，所以我们大概3年前
我们安南医院就跟这个中华民国骨质疏松协会的一个密切合作，就开始推动这个防治中心。那这个防治中心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说，你有骨质疏松的，但是还没发生，还没出现问题，骨头还没断掉的时候，我们早一点帮你诊断，提早帮你预防，然后甚至治疗。第二个呢，就是说，假如说现在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骨头已经断了，那我们赶快帮你介入治疗。我们有一位个案管理师，也就是后面这位林嘉颖，林个案管理师他会他重点是什么？他是我们诊断的时候他会很细心的，然后帮你做事前的规划，然后治疗之后呢，我们使用药物的时候他会很有耐心的跟你讲大概治疗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饮食怎么调整，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很温柔啊，我们那个很多阿伯啊，或是阿上对于这个骨质疏松不是很了解的，他大概讲一讲之后跟他解释了之后，他也是大家都很满意的回去，然后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骨质疏松防治中心在我们的医院的一个大厅走进来旁边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我们个人管理师每个礼拜一到五的白天早上跟下午都在那边服务。那基本上呢，如果各位民众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提早停经，或者是更年期后的妇女，或者是家族史，就是说家里面的父母曾经有骨质疏松手脚断脊椎或髋骨断掉的，或者是不常晒太阳，或是体质弱小啊，抽烟、类固醇，或者是说钙质摄取不够的一个族群的话，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骨质疏松的一个可能性。那有这种状况的话，可以提早做一个咨询甚至做进一步的治疗。那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目前的这些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已经超过大概1000位了目前快2000位。2000位啊，2000位病人都在我们这边做追踪了。那目前大部分的病人就是比以前比起来，就是比较少发生这个再次骨折的情形。这个也反映到我们健保的状况，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让这些骨质疏松病人，后续发生骨折的几率大幅减少，那我们健保上面的花费也会减少很多，减少我们健保的一个负担。这样，那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包括骨科、神经外科，然后复健科，然后还有新陈代谢科。那这个 team 的话，我们会针对病人的状况，互相做一个转介的动作。那以上这是我们骨质疏松防治中心的报告。那因为这次这个主要跟各位记者朋友们来因为我们也没有比较大张。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记者朋友们报告，就是说这个呢，这张图是我们 IOF 就是国际骨松学会，就是说目前在它的单位就是在 WHO 下面。对，这张那我们可以看 PowerPoint 这一张。那 IF 基本上是国际骨松学会，就是说关于这些骨质疏松它的一个研究啊，或者是说学术的讨论最全世界最高的学术单位。那基本上它的我们这个认证是认证说，在这个医院呢，能不能有效的去拦阻，然后诊断，
或者是治疗这些潜在性骨质疏松的病人。那我们医院的话是拿到了银牌奖，哦，它有三个奖，一个是金牌、银牌跟铜牌。那我们医院第一次申请就拿到银牌，所以说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也是我们医院各科医师，哦，一起团队一下，哦，努力得来的结果。那所以今天特别跟各位记者朋友报告一下，然后也跟顺便跟我们的大潭园区的民众，哦，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卫教，哦，就这样，好，哦，谢谢。老师，那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有没有想要提问的部分？第一个，他的血中的那个钙跟磷，他的那个调控是出现问题的，哦，再来就是他免疫力不好，他肠胃功能也不好，所以他是骨松的高危险群。那这些病人呢，在照顾上，哦，你不只是要处理他骨质疏松问题，你还要注意说他肾脏的功能，哦，在药物使用上是有很多的受限制的，所以说这些病人的话，哦，要怎么用药，哦啊，要怎么治疗，甚至说他有面临手术的状况要怎么治疗，哦，这个是好几科的问题。所以那这些科的可能3到4科以上的医生平常都见不到面，那这些资讯要怎么集中，然后互相做一个沟通传递呢？那我们这个泡沫上就很清楚，就是防治中心。然后我们这些病人，哦，最复杂的状况都基本上我们的管理师，哦，都把他资料都在这边，然后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开刀，哦，什么时候遇到很特殊状况，那基本上管理师第一个知道，他也会主动通知我们各科医师，或者那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特点，哦，我们这个 team 的一个特点。陈医师，估计是别的这个光治疗的案例。目前分享的是我们新陈代谢科的陈增英陈医师。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当然我这边也稍微分享一下，其实骨质疏松真的是我们各科骨质疏松团队真的是从包括甚至从妇产科、骨科、新陈代谢科这些都会同时会牵涉到的科别啦。那像以我这边来讲的话，像我上次也是遇到一个年轻人，他20几岁而已，那他也是刚好检查到，他是检查到去社区筛检发现有骨质密度不足，那还不，因为我们年轻人其实理论上是不应该有骨质疏松，那他是骨质密度不足，那结果我们检查到后来就也发现他是甲状腺亢进，那像这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共病造成的一个骨质密度流失，快速流失，所以其实真的是得要借由这种团队的运作，我们才能够有就很好的一个结合，那可能就转介过来，有可能他是由嘉医科在做社区筛检发现，然后再转接到我们新陈代谢科检查到甲状腺亢进，对，那这也是像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共病的案例这样子。那刚刚在社区筛检，医院在今年开始投入了延缓失能前跌倒的预防计划，那在社区筛检的部分也很谢谢我们复健科的团队到这个社区去，然后针对这些高危险跌倒的族群做一些预防跌倒的一些卫教或者是一些训练的课程，那是不是我们有参与这个相关社区活动的这个侯医师还是你都可以？那我是复健科一点松医师啦，那对，目前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我们复健科啊，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上面，就是到社区这边，那我们会由治疗师到社区这边，那帮这些比较衰弱高龄的老人，然后会教他们做一些运动，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骨质疏松啊跟缺乏运动啊，然后还有缺乏一些中轴骨头承受压力的这种状况之下会有相关性，这样，那我们让这些病人呢，他们可以多做一些运动的话，其实有助于他们骨质的维持这样子哈。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些病人呢，就是骨质疏松会容易有骨折啦。那我们医院目前也有这个骨折的急性后期照护计划这样子，那可以让这些病人在骨折之后呢，他们
很多病人跌倒之后骨折，那他们的功能会有一些丧失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在骨折骨科开完刀之后呢，转到我们复健科再住两个礼拜，然后做一个积极的复健，然后让这些病人呢能够快速的恢复功能，那快速的恢复到这个骨折以前的状态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就是我们的神经外科吧。那前立新前医师也刚刚开完刀来到现场，我们请他大概把这个业务做个报告。大家好，我是神经外科陈立新医师的。那我们神经外科在这里骨质疏松角色其实比较偏向后面的治疗了。刚刚前面几位医师讲的是预防，那神经外科所遇到病人大概都是一些骨折，那主要是脊椎骨折的病人，在神经外科这边接受手术治疗。从治疗以后，那除了手术本身骨折的部位以外，其他的骨头我们还是要顾好，所以都一定会一起纳入这骨质疏松的中心这边来做个案的追踪。谢谢。那刚刚提到安南医院在相关的这个预防跌倒的业务，我们已经深入到社区哈。那在相关社区筛检的部分，今天我们嘉宁医学科，也就是我们健检中心的黄守正黄主任也有来到现场，他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安南医院在相关社区筛检这一块我们做了什么努力。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哈，大家好，那我是嘉宁医科黄守正主任哈。那我们刚刚院长讲过，我们骨质疏松其实是一个整个团队，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早期发现，大家都知道，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们在健检的过程里面，不管在社区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健检中心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很多人是甚至都没有症状的，就是当然我们知道高危险群大概50岁以后，比方女性停经以后，还有一些老人家，他本来就是比较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可是我们也越来越发现年纪有偏轻的趋势，很多人就是在50岁以前，奇怪，他觉得他是有在运动啊，身体都还蛮好的，可是真的检查出来，那个骨质都不够啊，甚至到已经到骨质疏松程度，所以这表示反映出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在饮食习惯啊，是运动不足啊，造成一些早期已经发现有骨质疏松，这种有时候他可能没有感觉，没有什么症，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当然要早期发现哈，才能早期治疗嘛。那当我们嘉义科我们在做测序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潜在性的骨质疏松的病人把它找出来哦。那我们大概就积极的做，我们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没有办法做像 DEXA 哦，像这种放射线的骨质密度检查，因为这种要很大的机器，所以我们当然会做一些超音波啊，然后出去做一些简单的筛检。可是当然说有些人在批评说这个超音波筛检好像不太准确。那我们当然在社区里面就做简单的初步的筛检，如果这些发现病人骨质疏松真的是有一点潜在性，我们就把它转回到医院。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成立这个团队的原因，就是说从早期发现一直到将来需要开刀了，需要吃药了，我们就再交给后续的像他们骨科啊复健科来治疗。那我们现在科的那个现在参与的角度就是在健检啊，把它那个骨质疏松的病人早期就是发现出来这样子。好，那谢谢。谢谢。下一个是我们是天南哥。不好意思